吴宣仪是女团火箭少女101成员，拥有甜美长相，姣好身材，吸引大票粉丝喜爱。近日吴宣仪在机场被开闪光灯近距离拍摄，吴宣仪躲避多次无果，最后只能捂脸抱头上车，粉丝直呼心疼。近日吴宣仪现身机场的穿搭疑似内衣外穿的独特打扮，在网络上引起热烈讨论。当天她身穿浅咖啡色的短袖洋装，里面一层是类似衬衫的样式，外面则是类似塑身马甲的衣服，乍看像是内衣外穿，下半身搭配小红鞋和白色长袜，整体造型看起来相当独特。而吴宣仪的机场穿搭在网络上掀起热议，网友看了纷纷狠批，穿出了乡巴佬的土味，看着像塑身衣，她真的不适合这种风格的衣服，真的欣赏不来。但也有人认为她穿出自己的风格，美女穿就是好看，明明就很漂亮。